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sie。今天呢，我会教大家一款我平常很常吃的减脂增肌餐哦。那你们想知道那个食谱是怎样呢？那就跟我一起来开动吧。首先呢，就是要准备两粒鸡蛋，然后这个半碗的燕麦，是用这个牌子的燕麦，真的超好吃的。And then 呢，我会加一点 chia seed。After that 呢，蔬菜方面呢，我用了这个麦菜，还有就是这个真鸡菇。然后调味方面呢，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有橄榄油、海盐，还有就是可以准备一罐的这个胡椒海盐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是打散这个鸡蛋，就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鸡蛋呢，那个蛋黄呢比较橘黄色，因为我是用了 organic 的鸡蛋。 OK， 所以之后呢，我们就拿一个筷子把它快速的打散。After that 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燕麦加进去这个蛋液里面，把它们均衡的搅拌。然后呢，我会放一些chia seed，就是当一些营养或者是嚼劲的成分。哇哦，美呀！然后之后我们再把它们均衡的搅拌，记得那些燕麦呢跟这些蛋液呢一定要把它们 mix 在一起。 After that 呢，调味方面呢，我呢就会放那个这个胡椒盐，大概转一个15下吧。Okay. 然后再把它们均衡的搅拌。 OK， 热过之后呢，我们就倒入适量的橄榄油在这个盘上面，然后再把它们均衡的扫上去。 After that 呢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鸡蛋倒进这个盘里了。开始咯。可以先用一个中小火呢烘热这个蛋液。 After 我们再煮一个一分钟半左右呢，我们就可以反面了。差不多时间我们可以就是尝一下它们的面积，就是会不会贴在这个 pan 上。 After that 我们就把它反面煎。哇，看到吗？那个金黄金黄色的，所以我们再煎一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OK， 煎到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升在一个碟子上啦。哇，看到吗？看到了，流口水了。所以现在就是要准备下一道菜咯。我下一道菜呢，我们加一小许的橄榄油。记得那个锅要一点热哦。
这边呢，我就会加入刚才准备的这个真菌菇，把它们放进去炒一下。炒到那个程度，就是那个菇呢是稍微有点熟透的时候，你们会看到比较透明的时候呢，你们就可以加入刚才准备的这个麦菜。哇哦，真棒！嗯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加少许的这个海盐吧。大概就是一个半汤匙调味，然后来翻炒一下。哇，我闻到好香的味道呢。在这样炒到半生熟的程度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深入在这个碗上面了，看到吗？哇，好棒哦！就搞定了。每一次运动过后呢，我都会准备一杯的有机豆奶，所以每次我喝的有机豆奶呢，都是来自这个品牌的 Organic Soy Milk Powder，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，我会把它倒成一个罐子里面，所以每次呢，我会大概泡就是350ml 的水，然后呢，我就会加入这个汤匙的气汤匙的那个豆粉在这个 shaker 里面哦。所以我已经加入了这个气汤匙的这个 organic soy milk。 After that 呢，我就是要把它们 shake 起来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罐子的这个盖给盖好咯。哎，哇，爽啊。然后呢，我就会选用我这个很爱的 Snoopy 杯子，放入我最爱的豆奶。哇，看到吗？啊，满满的满足感呢。这些泡泡呢，都是 Lacid 的营养哦，软磷脂哦。哇，真的很香啊！所以呢，我这一次准备的这个燕麦煎蛋加雅加蔬菜料理，还有我最爱的有机豆奶，所以我们要开餐咯。你们准备要开餐了啦？喜欢这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 like share 还有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咯。那下次咯，你们就可以收到更多有关美食减脂食谱咯。 OK，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